大家好，我是品势选手巧文。那什么是品势呢？跆拳道有分对练跟品势，那我练的是品势。品势就是有很多动作，手、拳击或者是踢脚的动作，然后组成的一个套路，就跟武术有一点像。那品势的话，它有一场到八场，还有什么高丽、金刚、太白、拳拳、十进，他们都是一个型，就是每一个型有它的名字，然后有它的由来，有它的意义。所以说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每一个型都要练熟，然后等到比赛会场的时候，才会知道今天是要打什么型，比什么赛这样。我觉得品势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因为它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一个比赛，那每个人展现出来的动作啊样子都不一样，就是看每个人打出来的感觉，或者是力量、速度、气质，可能就是见仁见智，每个看每个裁判会喜欢什么样子的选手。对。